饭庄的，歹势啦，阮两个即摆哦，心情足复杂的。一方面哦是足欢喜，宇飞的情人是林本家，啊，不过另外一方面哦，我都想讲以后宇飞都不是阮的查某囝，我感觉足唔甘的呢。我心情嘛是同款的。啊！不过彭总，你莫误会啊，我唔是无想要甲宇飞幸福哩。是这侪年来哦，阮常常袂记得宇飞还阁有情啊。因为伫阮李家，早就甲伊当作李家的查某囝。我知影，我拄则已经讲过啊，因为阮情较半天。恁甲宇飞相处二十外年啊，感情遐尼啊深，嘛唔是讲伊细分，这感情讲断就断的。这二十多年的相处也不是假的，我想在宇飞生活里应该是跟你较亲嘛。这一切都是赵月丽，这些比较都是他布出来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他真正把大家骗到零零碎。我爸知道这情形时，一定把我都讲话啊。赵月丽就欺负咱大家都不知道，利用宇飞打给阮爸，真正是有够可恶的。所以讲，宇飞的发生车祸，真正是郑华丽做的。这是现在上合理的解释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好好保护宇飞。良心，宇飞是阮的宝贝，就准讲变我这条人命，我嘛一定好好保护。真感谢你。宇飞教遐尼好，我代替阮爸，代替阮先阿婆，向你说多谢，多谢。好啦，彭总啊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啊。宇飞若真正立足归宗，伊找到伊家己的亲人，我嘛真替伊欢喜。是啦，即摆哦，就是宇飞幸福，啊，佮伊安全上重要。啊，既然文总会讲哦，是阮满意的形势，那你其他以后再搁讲。啊，水果，虽然讲这回是啊贵啊，啊，不过你讲我当下我嘛是惊着，然后我即马心脏真脆弱的。卖牵拖啦，煞唔知影你是咧看宇飞细汉时阵的相片。看到你目屎流目屎滴，你嘛较注意好无？那是叫宇飞发现哦，伊会怀疑呢。咱起码要嫁到还嫁较成。卖嗲古旧皮无买啦，是想早暗坐伫遐，你穿金马的时阵，穿件片啊算算旧，啊目屎七八滴。你是寒面哦？我哪有啊？哎呀，我就是寒面。寒眠的时阵哦，互你啊蹭蹭蹭好精神啊，目睭铁金就看你坐伫遐穿金啊，敢无影？迄无共啊，还是哪位无共？迄金啊就是替宇飞咧穿的，敢是？免啊，啊以后若真正等于搬家了，你迄金啊哦，搁较有价值的，啥物珍珠啦、破链啦，来满满是啊，你即马替伊穿咯，穿心酸的。啊，就甲你讲无共，就是无共嘛。啊，不是倒位咧无共，你讲啊是倒位咧无共。哎，迄是人倒的，啊，我即马传的是。妈，你哪安尼看我啦？哦，无啦，啊，就拄只恁爸爸吼，甲你细汉时阵相片摕出来看，我就咧想讲吼，你即马已经大汉啦，而且吼，佫生了遮尔水，遮尔有才情啊。我就感谢天公伯，会当让你来到我的身躯边。妈，哇，你是言情小说看太多是无？雄雄叫你多愁善感，创啥啦？哎呦，对哦，哎呦，那雄雄安尼啦。哎呦，啊，杜林爸，无代无志哦，甲你细汉时阵相片摕出来看，我都想讲哦，若有一天你要离开阮啊。
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哦，你那是搁嫁出去啊？妈，你真正想伤济啊？而且我那是要嫁，我会等迄个人醒过来。啊，搁有啦，就算我会离开你，也是暂时的。迄个时阵，你甲爸一定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。一个大工日，你嘛知影，爸总是会放袂记，所以你也甲伊提醒，爱看伊点。啊，搁有无着迄粗重的工课就莫搁做啊。另外，就是有时阵伤过逞强，家己的身体拢无顾，到时阵若真正伤着，就袂好，知影无？知啦，知啦。啊，你也咧奇怪。你敢若是哦，甲天佑要结婚迄天同款，安尼烦有这烦有那呢？无啦，就是顺便提醒尔。妈，咱来甲爸斗三工啦，安尼才会当较紧食饭。我感觉足久无看到牛奶跳舞啊！食的物件也是爱视觉甲嗅觉做伙，才是上赞的。啊，无咱合作诶，色香味俱全呐。你有看遐啥物米其林大餐厅有无？拢嘛哦，一块盘里面放一块肉。啊，边仔青菜啊 ，Q 较真济，安尼看起来就好食款嘞。啊，不过我就没关系。恁爸我哦，还是开一家粗饱的。玉飞啊，你甲爸共款哦，来家粗饱的吼。啊，敢会有一天哦？我是讲可能啊，以后你若开始改食迄款。米其林一款几粒星的餐厅，你是不是就别个爱回来吃爸妈所做的菜？我无代无志吃米其林餐厅做啥？爸，你哪会像安尼问啦？宇飞，恁爸爸意思是讲吼，啊，即马台湾蒙客经营了愈来愈好啊，啊，以后你的钱哦会愈赚愈多，会变作一个女大企业家呢。啊，到时阵哦。对，常常去吃五星级的餐厅，你爸爸是问这个意思啦，哈。爸，你想想这啊，台湾门口变大气啊，你知影过偌久？你想看我会去啊？什么话？你我的查某囝呢？这世间无人比我更加了解我的查某囝。玉飞啊，爸跟你讲哦，这人生哦，都爱所谓酸甜苦涩。我也感受过，才有做人生。啊，你的苦涩哦，爸感觉你是度过啊。即卖你的甘甜哦，就要浮出水面了。爸给我一礼，爸祝福你哈。爸，爸，你啥在咧感冒？不是啊，恁爸应该是去嘴暖结掉，哈，结掉。对啦，爸妈好者，啊，恁是刚煞袂，我爸都真正牙到冻袂掉啊啦，伊咧开冻也无。啊，对哦，甲他过讲话，好，紧食，紧食饭，紧食饭。来，玉飞，几只鸡啊，这是上好食的，目睭大好，来吃这个，补目睭啊。多谢爸。玉飞啊，来。得哦，营养都要均衡啊，哈！唔拿蛋白质来摄取，青菜哦嘛就重要哎。跟你讲哈，多谢妈。我唔卖甲恁抢啦，啊，我食牛奶跳袂赢哦。哦，来，妈，你要创啥啦？啊！你卡这么侪料，你是要叫恁姐来吃啥啦？啊！你就知影恁二姐最近的胃口较歹，恁爸哦专工煮这领牛奶跳舞哦，就是要给伊报一个啊。雨飞，来，小好探小姐。这样你坐我吃不完啊！牛奶跳舞很好，慕白来。你有看到无？啊！你二姐想跳舞。哎！这碗本底就是要煮给你二姐吃的，不是要给你吃。来，乖。乖乖，给吃完，哈！啊，爸妈，真心想如我爸就看无恁台湾个菜用个，啊，不过即摆我看我家己来就好啊，而且恁家好料拢给我，
啊，你是吃啥？啊，白饭嘛，哪有差啦？较早阮少年的时阵哦，有当时哦，拼工过哦，拼到拢无开来，然后煮饭哦，赶快回来时候，一人一碗白饭，加些菜汤哦，嘛赶快一顿啊。啊，所以哦，啊，今嘛这哦，已经食比较早哦，好太济啊啦。哎呀，只要会当看到你甲恁姐哦，大家咧笑眯眯，都算过更加艰苦，冇记得。恁哦，就是少年的时阵做伤济，营养拢无够。即马才会遮酸遐痛的，所以恁才会加食一寡，甲营养补倒转来。恁比我更加需要补身体。你，这囡仔到即马搁咧烦恼，我甲因母啊身体无好，遮尼友好体贴的查某囝，生安怎毋是我亲生？就敢若想着，真紧就看袂着伊安尼天王硬菜，我就感觉足唔甘。注意的啦，是要让雨飞怀疑哦。我知啦，我就唔敢的。爸，啊饭食好，你目睭哪会遐红啊？啊，我知影啦，你更年期吼，老白油吼。什么老白油？你明个真少年啊，什么咧更年期？啊，无目睭红原因是啥？饭菜收歹食，我食看卖。袂啊，我感觉特别好食呢。当然特别好食，这是咱做伙煮的，当然比平常时搁较好食。你假讲的，我李慕白伫较早时代哦，迄是风度翩翩的大侠啦。啊，就今麦这个时代哦，迄是厨艺精湛的大厨，但是我出卖迄国宴等级。哦，搁国宴等级嘞？哎，慕白，你唔是干那会晓蛋炒饭，而且你的蛋炒饭规盘饭店做伙，你家叫做蛋炒麦。你莫看蛋炒饭无，迄上普通的拢上有学问的啦。No， 我唔是看蛋炒饭无，而是看你无，哈哈哈哈哈。无你拢莫食啊，你。莫食。看到因家弟安尼两个哦，有讲有笑，搭嘴角的模样，真紧都要看袂着啊。雨飞，妈知影人总有一天会分开。啊，不过你已经是我的心头吧，待我给你幸福分家，袂输甲我身躯顶的一块肉挂掉同款，我敢那用心的，就感觉足疼。